恭喜小姐，来来了，小姐，啊，恭喜小姐，以后常来玩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谢谢谢谢，恭喜小姐，谢谢啊，来来来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小姐，小姐，谢谢谢谢。嗯，任警官，哎，您是我来阳泉的第一个贵人，您能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哎，我喝这个啊，来，恭喜啊！这个以前的小谭现在变成谭总了啊，来，但是我提醒你啊，跟马家呢。别走得太近了，现在你们还没在一条道上，要真上了他的道，会给自己招灾的，啊！您还不了解我呀，我胆小，有毒的不敢吃，犯法的不敢做，就想挣点钱当嫁妆。行啊，啊，这能把这些三教九流的人都聚在一块儿，还不沾你的身儿，你挺有本事啊。我听说你这地方除了娱乐啊喝喝酒还是个信息的集散地啊，啊，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，这就是阳泉的新龙门客栈。那可不敢，那是黑点，你看我们这儿多亮呀，正经做生意的，只是搞一点副业挣点外快罢了。我这什么人都有，吹牛的，酒后吐真言的，还有一些在朋友面前找面子的。不是有句话吗，言多必失，总能听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。我这儿也算是正规的渠道，包打听也算是职业嘛。哼，你呢脑筋活络，但是呢好多道听途说的事儿，那是有真有假的。如果收个钱，信儿说错了，那可给自己惹祸上身，啊！只有你们警察需要这个消息的准确性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个消息能不能信，不是取决于说了什么，而是在于他们想听什么。这个就像商品，如果有人买呢，它就是真的；没人要，不管真假，都没有意义。哎，两年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跟我说，如果你有什么忙，能不能请我来帮忙？看来两年之后，我得请你帮忙。您帮过我，我懂得感恩。随时随地一个电话，保真是行。如果是公家要的呢，我给你打折；您自个儿要的，永远免费。任中华，好，先这样啊。那个，说说吧，啊，人是从你眼皮子底下跑的，没抓着就算了，啊，总归有点线索对吧？兄弟，现场除了我和老任，就只有马家的人，不可能是马家的人干的啊。马文文没找到之前，大彪子活着，对马家更有价值。话是这么说的。但也存在有一种情况我们不知道，致使他们杀人灭口，而且刚才在里面
他们也确实动了杀心的。我说过了，不会是马家人干的。你现在死盯着马家，那等于浪费时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觉得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。任中华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强调了多少次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听好了啊，你还拉着韩正威一起犯错误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啊，兄弟，这次行动我是自愿参与的，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，也算我一份。你看，你看你那小韩这个态度。我跟你说呀，韩正威，没关系，不要怕，这件事有我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的进步，啊，任中华。我告诉你啊，刚才太君给我打电话了，你可以到局里办提前退休了。都什么时候，你还跟我扯这个？有本事你现在把我这身警服给我罢了，我换把新枪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跟你说啊。就是我平时对他教育太少了。任中华，你给我等着！任中华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过来找你。下午看见我的地方。好，我十点准时到。那就不见不散吧，别放我鸽子。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警察，放开他！你们什么人？谁命令过来的？别跑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谁要帮你啊？想帮我的活人多了，能活着把我绑走的还没有呢。谢谢啊。东西呢？本来能恰好捡到你手机，想尽快还给你，没想到出了那种事儿。谢谢。这个算欠我个人情了吧？一顿饭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偷手机的人呢？看着就有食欲，刚买来的臭豆腐，闻着了，香。嗯，够味儿。好。你慢用啊。
这大彪子是你们杀的？大彪子死了，那我问怎么办？大哥，大彪子跟警方交火的时候，我们都撤了呢。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。没关系就好。哎，小浩，你别着急，至少现在他姚家还不敢动文文。老季，哎，派人去盯着，我就不信逮不着他们。好，我去安排。辛苦了，七叔。少爷，季叔回来了，这是刚好路过的，没事，你们聊，来，进来吧。爸，外边站着干嘛呀？这不是你家呀？没有，我这刚好路过，正好。我有事儿找你。什么事儿？您尽管吩咐，保证给你办的明明白白，妥妥当当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叫人绑架一笑？啊？没有啊，谁知道他得罪谁了？怎么就赖到我头上了呢？没用的东西。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理由，我看他不顺眼，就是个臭打工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孟巴黎老板了。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什么时候轮到他指手画脚？这不打咱家脸呢吗？这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说实话。我平生最恨两件事儿，你有幸两样全占了。第一，我懂感恩。我记得当时你在车站摸包，手指头都差点让人给剁了，是一笑救了你，给你一口饭吃。第二，里外不分。我说过多少次，一家人互相猜忌那是大忌。我既然收了一笑做干女儿，那她就是我马家的人。为了一个下三滥几句混话，你就敢动她，实在该死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儿把事儿说清楚。就是那天，就是大小姐结婚那天晚上，我是无意，大点声，就是大小姐结婚那天晚上，我是无意间听见一小姐和人在房间里谈话的，我是无意间呀，山叔，无意间。不是我的错，不然文文也不会被绑架。幸好当时后院没有人看到，事到如今，就希望没有人怀疑吧。哎，小姐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，哦，小姐，我遇上麻烦了，你一定得帮我呀！我白天在车站摸了个手机，没想到对方他是个条子。你
小姐，我该死啊，我好赖不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小姐。唐姑娘，文文出事以前，你说文文让你到厨房去拿吃的，然后你就没有在房间里头陪着文文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文文为了穿婚纱漂亮，前一天她连口水都不愿意多喝一口，这不合常理啊。她为什么要突然吃东西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干爹？干爹，我是有些事没有说，但我保证从来没有伤害过文文，请您相信我。唐姑娘，相信你说的是实话。但是有什么事，你就不能跟你干爹讲呢？最起码你可以告诉我们，在包间里头跟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吧？是我。跟玉晓没关系。被绑架都是我造成的。蒋浩，你个小白脸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被绑架也有你的责任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什么？我没有。你胡说什么？把事儿说清楚。我结婚的当天，宝贝，你为什么要送给文文一顶王冠？哇，这个太好看了，老公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来，给我们的小公主戴上，今天要美美的。嗯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哥他也给我买了一顶在婚礼上用的皇冠。啊，在哪儿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布里买的皇冠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别说，布里的品味还蛮好的，所以你决定？老公，你也知道我哥从小最疼我了，我不想让他难过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们的文文是小公主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要嫁给我了，我要是你哥的话，我也舍不得。老公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婚礼快开始了，我出去准备一下。嗯。记住，
文文还是选择了马不离的皇冠。我没说什么，我只是想去后院冷静一下。没想到文文会跟出来，我更没想到他还在为你辩解。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，可她是我的妻子，这是我们的婚，我和文文吵了一架，一下把我拉到一边让我冷静，说这毕竟是大喜的日子，等我回去找文文的时候，文文已经不在，都怪我，这一切都怪我。唐姑娘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说清楚？这件事对找回文文没有一点帮助，说出来只会让文文在乎的人伤心罢了。我果然没看错你，别怪我二，他因为文文乱了方寸，别怪他，要怪就怪那些恶意挑拨的人。山叔啊，我真的没有说一句假话呀，你饶了我吧，山叔。山叔，山叔，小姐，山叔，小姐。干爹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您不是教诲过我们吗？不要因为这些蛀虫伤了感情。这一次吧，我谁知道这找那个枪手这么没用啊？饶了你，可以啊。当初跟人家说好，打包价三条人命，全我都付一半了。九点，城西八号工厂，记住，只要人来了，就不能让他跑了，万一带不回来，就给我干掉。现在人死了，你去找他把钱要回来，我就饶了你。不是，这三哥，这人都死了，我找谁要钱去呀？你也知道不能退钱啊！我，当初是不是你说的？他是高手中的高手，顶流中的顶流，从来不会失手。你跟我吹呢？三哥，我真没吹牛。这要是对付大彪子和马家那几个人，我轻轻松松的。这谁知道半路跑出任中华和他的徒弟？这不管怎么说。这好歹大彪的嘴也闭上了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，你说呢，三哥？哎呀，怎么哪儿都有那个任中华呀？啊？算了算了，哎，我问你，那个郭小刀和马文文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啊。那你还等什么呢？不是，三哥，三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三哥，咱不玩了，行吗？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三哥，三哥，你轻点，三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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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球球进了，三哥，进了，进了，哎呀，哎呀。算吗？算算算了，三哥，你定的规矩，只要不用手碰，进了就算呐。算你运气好，
这怎么回事？这大彪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三哥，这货真死了，我真没骗你啊。三哥，接吗？喂，三哥，我是小刀。小刀啊，你在哪儿呢？你一个人带着马文文太危险了，我派人去接你吧。三哥，这趟活是彪舅接的，现在他不在了，我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了。这样，我把这女的给你，你给我100万怎么样？100万？小刀啊，你这胃口可不小啊。我劝你啊，吃饱了容易撑着，你知道吗？三哥，这100万是我舅的赔偿款，你不把钱给我，我就去找马家。小刀，行啊，有出息。100万吗？小意思。去，明天中午，玉树街。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想死，给我成全你。什么烂烟啊，抠门抠死。包好了，包好了。管好你的嘴，明白，明白。这个文件是从传达室拿过来，我问了，是个戴着线帽的中年男人，具体什么样没看清楚。真是奇怪了，相貌特征、行为轨迹，特别是谷小刀近2年的信息，这上面都有。谁给送过来？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为什么要给我？什么目的？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不是单纯的给我们线索让我们抓人。现在谁送来这个事儿先别管，立刻根据这些材料上的信息加上咱们手头上所有的证据结合起来，连夜排查，尽快的找到新的线索。是。峰哥，小玉，小玉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哎，感谢。三哥，哎，谢谢。喂，孙志，资料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再联系，知道。有了，快来看，这是在王大彪身上发现的打火机。这上面应该是饭店的名字。走，出发。出，跟我走。韩哥，不愧是痕迹学专家。
怎么着？果然你老人家厉害啊。就是这个。这破案呀，靠的是人，其他都是扯。但咱找到这儿也是因为韩哥先发现的照片啊。咱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就算大彪子曾经来到过这儿，也没办法呀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大彪子是个领导者，他每次作案之前都会提前踩点，找几个藏身之处。这下他一死啊，谷小刀很有可能利用这几个藏身之处。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，马文文和谷小刀就在这附近。读书多不一样哈。那肯定。但是咱们这附近小区可众多，而且外来人口也不少，这排查起来不好查呀。有线索就比没线索强。干活。好，是。看见了，准备好。青哥，咱在这儿都待了两个小时了，这人是不是知道有埋伏不敢来了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能不能小点声？你是不是怕人听不见？谷小刀是什么人？他是干人命买卖的，他明知道钱上涂的贺锦包，他都敢伸手碰的人。我对不起100万放的，他忍住能不来？秦刚，你快看。都给我准备好啊！干警察，给我准备好了。是吧？走愣子干什么呢？给我抓去见三哥！雷甲东，保护大白鹿！保护大白鹿！刘山，你别乱来啊！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，刘山！哎，刘山，三哥不会放过你的，刘山！刘山，三哥。下去看看出口在哪儿。
跟我们走。有资源，长沙九层果，10块钱一碗，买一碗送一碗，好吃再来啊！豆腐，长沙的臭豆腐，外卖吃好豆腐了，郑州长沙臭豆腐，长沙。臭豆腐了，妈臭豆腐了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感觉有点像经常来我这儿的一个客人。你看他整天戴个帽子，低着头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附近哪个区域？我好像看他从那边出来过。谢谢啊。老板，来碗臭豆文丽，那个谭一笑，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，而且总在有意无意地靠近我。他是什么目的呢？刺探案情发展？好像也不是。但是我感觉，他并没有恶意。还是说，我忽略掉了什么吗？
当野兽跟着猎物游走在山河边缘，当你扛着烈风寻找地平线，把背影拉得有手有枪抱在身后面，当熊熊火焰终于融化真相的冰雪，当历历往事斑驳褪色飘散如云烟，当你展开笑颜又回到从前，闻到我们被一腔热血包裹的瞬间，当理想在飘扬，信念势不可挡，在凛冽的蛮荒，万物都有了重生的力量。当理想在飘扬，去滚烫的远方，离去的家乡，从此歌唱着英雄的乐章。当阳光钻进裂缝深处，与黑暗周旋。当野兽跟着猎物游走在山河边缘，当你扛着烈风寻找地平线，把背影拉得有手有掌抱在身后面。